跳过去啊。这个游戏玩起来的感觉就真的比较像是，就一直都是在偷偷摸摸还是什么的。哦，果然还是得开船过去的样子吧？可是哪里有船可以让我过去？还是我游泳过去？我游泳过去好了。哎呦，有人看这里。I'll need network access. I'll hack the Pawnee control center, then I'm good to go. 好，找出授权码的警卫，又是有这个，又是这个东西啊。一样，我也可以是直接就把他们全部都解决掉再说了。限制区域，来吧。总觉得我很快一下就被他们发现了。前面有人吗？有。好像这边也有人吧？哦，有。哎，他居然没死，还好。哥布林突击步枪。等一下，他们的人好像不少啊。狙击枪。哇！哎呦，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因为刚刚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慢动作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无法开枪，现在可以开枪啊！哦，shit！哦，不对，他是在真，他是在叫增援啊，但是，哎呦，增援已被叫来，增援从哪里来的？从我屁股后面来吗？真的是从我屁股后面来的。来吧，来吧！哇，真糟糕！近距离打了那么一枪。哦，这个家伙就有了，直接杀啊，直接杀！剩一个了，哦，这个，好，走吧，马上就来帮他把电脑连线起来。这个其实玩起来的话，好像每一次的都差不多。这是什么？语音日记吗？还是哦，系统性密钥？这个吸引也就用不着了，反正他们已经全部被解决掉了。走吧，该找的东西全部找到了。哦，这可爆炸一下，让它炸一下啊！啊，时间限制又来了，我要解锁是那一格的话，这边要先让它过去喽。OK，解开。再来就是可以找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就是可以看一些奇奇怪怪的影片啊。不过我们直接解锁它吧。哦，我被烧到了，莫名其妙被烧到。每次的任务看起来都差不多，找人，然后害进那个系统里面，然后找人这样。那现在的话，现在的话，要找的人是在哦，在这里啊。然后直接，好了，期待只会受伤害。诶，可以打卡，可以打卡，哦，这边可以打卡。
我们来打卡一下，在哪里啊？他不说这里可以打卡了吗？哦，在这里，打卡一下。钓具店啊，徽章也，你们两家都说多一点，什么东西？完成武士打卡，有更多地方要去。这是钓具店啊，芝加哥这边的这个钓具店居然会很有名的。OK。好了，我们来做一下任务吧。期待只会受伤害。Honey, soda pop and apple pie. Yeah, but this small town charm is bullshit. Most of it's refugees from the city, still hiding from something. I used to bring Jax and Lena here once in a while to fish. We never caught a single one.They never seem to care. And some of my best memories are from here. And my worst. 骇进码头电脑找出肯尼。Ray's last known signal came from that marina. It's too easy to expect he's there. What is the start? 刚刚我们做的太那个了吗？太明目张胆了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一定都会这个样子啊？现在要每一个人的一张一张脸，然后去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密码可以让我偷的、啊，曾拍过 A 片。哇！没有，都不是他们。这种找人的时候也是蛮……哎呦 ！What is this？ 试试其他员工啊，还得试其他员工啊。那而且还不能被发现，就是。所以它是红色的，这个是我如果太靠近它，还会被它发现哦。哎，这个是干嘛？装备栏已满，下面的人呢？不断的害进每一个人。这边人都没什么，下面那边一个一个害，我的天！他不知道会不会每一次玩的时候都不一样。真实虐杀影片。哦，这个应该也是。哦，找到了。Got it。所以呢？哦，他为什么我完成了一个任务之后，他要等这么久才会给我下一个任务提示呢？这个应该是比较啰嗦的一个地方啊。好吧，我们赶快过去了。这边可以爆炸，直接把它炸了，然后可以直接冲过去吗？哦，又是来害进这个。哦，发生什么事？他干嘛开车撞我啊？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我在做任务啊。CTOS Center. Looks like he's still in the game. That would explain why he chose Pawnee. He's sticking it to Bloom in their own backyard. 入侵 CTOS 啊！我又是搞这个，又搞这个入侵啊！我开车过去好了，比较快。
因为肯尼先透过 CTOS 塔来入侵嘛，所以我们就我们要找出他的痕迹，就要再一次的去入侵了。好，我们走吧，出发。这样子一直在找人哦，一直用这种科技的方式找人。不过又是属于我只要轻轻的对他按的一个按钮，然后我就可以找到他了。这样做起来的感觉会比较闷一点啊。哟，哎，不好意思，请让开一下。哎呦，这里。Satellite dishes. This looks like an abandoned CTOS station. Power's still up. Kenny must have piggybacked off this. 当然没这么好，可以让我直接就这样进去啊。所以说我一定也是使用监视器咯，哪里有监视器可以用？这一个第一台，然后应该是在我正下方吧，正下方的话那一个，我这边有一条线路到这里来，那边有监视器，这边也有，该找的是哪一个呢？上面这个好了。哦，那边天线，我可以转的。像那一个就解锁了，那我自己这个呢？我自己这个该怎么办？用这个吗？这个可以升起，升起来对我来说没有帮助啊。这个天线再用一下，又可以再动一下。哦，这样的话，他哦，这可以解锁啊，就这样，搞定，我可以进去了。CTOS 塔，在这下面吗？哦，是这个。这个还是不能用，我得从另外的方向进来吧。这其实也不过就是到处找监视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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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而已啊。然后再来的话，一样嘛，下面那个还是得解决掉的。再从这个进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监视器哦。侵入是到这里来，那这一扇门是开了，可是这一扇门我要怎么过来？对啊，然后得再过去到那边去来解锁，然后才可以到这边啊，从这边的门进来这样，所以我得先设法到这一个门来。那个门是哪一个门？这门可以进去吗？这门又不能进去。下雨了，不要。哦，这边啊。
经过那个天桥可以这样过来的。然后可以上来到这边，上来到这边要干嘛呢？跳上来，跳上来这边又要干嘛呢？应该是到对面那边去吧。然后可以到这个上面来，哦，然后可以走到那个去吧，走到那个天桥去，所以我得从这边，然后看到那个天线，把我给弄过去。弄过来了，弄过来之后呢，再用一下，我可以到这里来，再从这边下去。好，我就可以到这边的这个地下通道去了。走吧，开门，开不了，往这里。好，我就进来到这里了。这边的话，它炸了吧？哦哦哦哦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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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它这个爆炸还真惨啊！我天！好了好了，你爆完就好，爆完就好，快解锁吧，不要啰嗦了，就解锁吧。Oh my god！ 如此一来，我可以从旁边这边上去了吧？嗯，然后我可以从那一个原来那边再下去了，然后门应该就开了。门开了之后，我就可以进来了，可以使用它了。这里发生这么大的骚动，他们早该派人来观察了吧？So Jed is the owner of Jedediah's Bar, Pawnee's number one watering hole. Maybe the only one. Hope I catch the man sober.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这个。我们还是骑着越野车去吧。我看如果下雨来说的话，骑着越野车好，当然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波尼这个地方，波尼到底是什么地方？呜！帅哦！结果居然没有翻车，我们去找酒吧吧。我们居然刚刚没有翻车，哎，就飞下来。走吧，酒吧我来了，很快就到了。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比较小一点，比较小的一个社区吗？哎呦，这个刹车倒是比较难一点。走吧，来吧，耶和华见证者。哎呦，哦，酒吧这个。